新浪新闻客户端，还有微博电视剧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云龙，我是刘瑞麟。现实生活中，宁子瑜、季炫丽、李幺幺这三种类型的女孩子，更喜欢哪个？我更喜欢许茹芸。好，那我喜欢樊书成吧。十秒钟说出对方的八个优点。八个优点啊，是彩虹屁连环夸。啊，你先夸吧，我听听。就勤劳勇敢、正直善良、英俊潇洒、高大帅气。你都背多少遍了？对，你说每个都这么回答？每个人都是这么说的。不仅只有一个优，只有一个优点，完美。你们去游乐场的时候有没有害怕的项目？没有啊。有，你有啊？你不怕？我不怕。我恐高。我就是什么碰碰车啊、旋转木马什么的，我可以玩。那如果以后你的女朋友非要坐，你怎么办？坐呀，哭呗。我都在上面，别人是叫我，都是那，就憋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坐那个什么欢乐谷大摆 CS， 就这么一个憋着下来，我就感觉自己好像有那个脑血管崩了，真的就连续三天就头晕，就是晕，特别难受。特别严重。那如果有孩子，你也会陪他坐？我不陪他坐，我就告诉他这个不好玩，碰碰车好玩。分别用一种动物形容一下对方。狗。因为他特别的好朋友嘛。那后面的三个表情，就是哪一个更像对方呢？这像是你。我觉得这个一模一样，我觉得。就比较可爱的。对，差不多。这个是赖毅，曹老师，谢谢。又是赖毅，曹老师。在戏里面，樊书成从小就是梦想行侠仗义。你们小时候有过类似的想法吗？我现在还想。对，我现在也依然在行侠仗义。对啊，是吗？啊，看到不公的事情依然会站出来。比如说，赖毅被你说成狗的时候，你就哈哈哈哈哈哈哈。你们两个觉得就是生活中谁更傻雕一些？我吧，对，我们瑞麟更傻雕。就他自己不是因为龙的比较。注意个人的形象，不让自己这个沙雕的部分被人发现，我不太在意这个。我没有，我没有包袱。对，他叫我错，他没有包袱，那是。平时你们会怎么称呼对方？我是后海儿一个乐，以前是后海一个后河眼，后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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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眼一个乐。哦，他是大连之光。谁跟我说的？谁跟你说？有人告诉我，他说你是大整个大连最帅的，大连的骄傲。你爸不？